水都没了，怎么办？大概5个小时没喝水。去哪里了？你用水有限，站上拳击台来一场大逃杀，让你们死得更惨一点。你随便推一下，我跟阿威就飞出去了。可以合作一把吗？先把几件队先干掉。我觉得这可以，这可以。你只要牵制一个男的，咱们就是我的。三、加油！二、一，开始。抓紧！抓紧！加油！喂！后面呀，后面，雨涵呐，雨涵，不 ，OK， 雨涵。情况就我在那边，大家都这么力气强强。我们实力一直没有那么强。弱的时候就没目的，不是抢水，就是阻拦。我们不一定要用力量去对抗，不要强能强的消耗，反正是。比如说是速度快，他不一定追得上。田径上嘛，他讲究的其实还是个排兵布阵。咱们那叫狗。用速度优势，让他们所有人都失去优势。出战的队员有暴打云队中年威。中年威就一个。那中年威这次没事了吧？我觉得他就是送水的。我要飞檐走壁了。2、1，你叫跟他碰，他雷火。这微微这是零食，我无眼伤了。你了，来呀，没事，反正我那么等一个。今天我觉得就是一场猛战，这场比赛一开始那场面肯定是厮杀，绝对厮杀。不管怎么样，疯狂把那个水干进去，你就跟他拼了呗。队友就强在他拼一实力了。如果我去的话，肯定被他们压制了。要你们俩，你们俩上来一定要抢着球。不管他们派谁，反正怎么样都不会让他暴打您队上水，这是我们这一场唯一的目标。上上上，加油加油！3、2、1。抱着抱着，让他们出水。看小妹能不能把他拖住。漂亮。拉起来，技术拉起来。别转，拉起来。干宝加油加油。干宝干宝干宝。专属安排，我们就不要脸，哪个牛我就抱着他，不过一定这个交给我和经理。沙比斯能强过吗？扎奇能强过？你能摔得了吗？摔不了的。我怎么觉得我能试试呢？你按不住的，按不住的。不是强不强没关系，主要是想干他。一日升空，庇护所大门即将打开。属于你上去妨碍他们就行。但愿我遇到扎奇，给他们脱掉。三，一个人扎奇。二。扎奇，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周淑英。哦，女的是挺扎奇，她逃不了，扎奇被抗拒了。朱英这时候应该放掉，是抢不到了，这样子。加油，赵淑英！好了，淑英。他可以，可以。这是一个无常的星球，三个太阳将轮流肆虐，干旱将是你们最大的敌人。为了生存，杯水一战吧。
这三个队只有两个队能拿到水。先来心动，心动吧，先放疯狗。林总，你就必须要先抢球，我拼命的拿着就可以了，反正是一对一，能拿到全才是你的本事，拿不上也没关系，不要睡着啊。一日升空，庇护所大门即将打开。接完水之后再三，加油！二，来，就喊一，放狗了。感觉好舒服呀！别打我！这样挣扎的情况下，水不会剩多少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让他们消耗。走！走！他们现在关闭。回九八快进吧，快进去吧。